好，那我们要来做布料。好，现在我在这个切到正四角，把这一个板块缩小一些，在它的上面，按序 A 加一个 flag， 把 flag 放大，用太大。好，这样。那把这一个 flag 呢进入编辑模式，按那个切20刀，好，然后呢开始进入这个粒子系统，好，加一个，哦，错了，不是粒子系统，是物理系统，选布料，啊，选布料，然后呢接下来拖，啊，结果没有用。然后呢？接下来再拖，哎，可以啊，其实有，是因为要切成物件模式，它才会拖的哈，所以不是那个问题。哦，压不下去就 OK， 切成物件模式它才会拖啊，因为现在没有射风窗，所以它就直接穿过去。好 ，OK，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射一下风窗。对下碰撞，那我把这一个方块的 collision 设计再拨一次，它要拨完下一轮才会。OK， 这次有，但这次有这个一格一格的状态，一格一格的状态，那这是因为没有设 smooth 设一下。要选它，先停一下。设 smooth 啊 ，OK， 那设了 smooth 之后就没有，比较没有一格一格的感觉。好 ，OK， 那这就是布料。好，那当然你可以设它的颜色，你可以设它的颜色。让你也可以设颜色，好，这样子，再拨 ，OK， 这样看起来就好很多了。那这时候我可以按停止，按这个时候 ，OK， 你会看到这个状况，啊，这个布显然有点像糊的，太亮，太亮的话你也可以选这边，让它的光泽度会。设低一点，specular 光泽度，硬度调低，低应该就比较不会，感觉布应该不是硬的。23还是有点硬。理解。哇，你好像变得很怪。好，这样，这是吧 ？Intensity 光泽度，让它没有那么强。OK， 这样看起来比较像布。OK， 所以布料，再放自动化。啊，那你可以跑影片了哈。那我这边。那我们这边跑到100格就可以了，停一下，跑100格的影片，然后呢，在这里，哦，让它去跑 animation， 输出的话呢，就一样，输出到 DMP 就好了，放 PNG， 啊，那我让它跑。好，不过我这里光线可能有问题，所以我加一下环境光。好，这样可能好一点。那另外，我觉得这刚度太低了，
这一个做法其实那个布掉下来是有点奇怪，对不对？好像布掉下来会飘，但它没有飘，因为没有做空气，所以这样还是会有点假假的。不过至少示范了布怎么做。 各位可以下去休息。 新办的体育馆下面的场地，好，OK，好，好，下方的场地，谢谢。这个票很有意思。OK，OK。他这个跟几个人进去？一个。一个哦。啊，我想。再小一点，再小一点。还是，不然，我帮你们看看好了，好不好？OK，好，谢谢。不管。
那我们跑完了哦，出来的动画长这样。那如果你让那个布旁边一点，它会滑下去，它会从侧面滑下去。那另外这个太中间了，所以它就卡在那里。